吹好大风，这个就是野爆了，没人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。有谁认识这种菜吗？在我们这个荒地长好多这种哦，都没人摘来吃，因为它长得像个树木一样的。这种就是紫薯了，很多人吃过紫薯，但是没有见过紫薯的那个藤是什么样子的。可以看一下，哇，你包个冬瓜的冬瓜里头，快，想看什么？你这个冬瓜，你这个冬瓜哪样的冬瓜？哦，包的冬瓜那个水果更高嘞，你看那有老树就会。那我这个冬瓜老快不？不发的出去干。